就像我领护照一样，我今天去领护照，就跟办护照领护照一样，真的是满满的，那个空间就是都是人。没有，你那个比较密集啊。我那个更密集。我们这个是有点分散，然后一坨一坨，但是就是你要找路，找路进去。是鸡腿还是猪肉？刚刚说猪肉呢。你没有用。